要这只。来了。在干嘛呢？我还能干嘛呀？部队刚来的公文，怎么了？手给我。要这只。哎呀，伸直起来，不要动。怎么了？你这要干嘛呀？不要动啊！我说你这到底要干嘛？秘密。还瞒着我。三少奶奶好。嗯。哎，少爷，你安排布置了，我全部都。你小声点，你三少奶奶刚走。知道雄心豹子胆了吗你？你安排布置的，我全部交代下去了。到了下周三，全部布置好，保证给少奶奶一个惊喜。行，你小子做得不错，下去了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你全程报名啊！你要让我知道你说出去了，我谁？那边。小姐，你说这姑爷为什么今天晚上突然约你啊？今天啊，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怪不得前几天你给姑爷织手套呢，原来是你们结婚周年礼物啊。我知道了，这就是小荣子常说的什么浪漫，对不对？哎，静香。今天脸可以涂红一点。好嘞，我帮你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您慢走。三少奶奶，您来了，里面请。请问是林小姐吗？有人让我把这封信给你。黄包车，去白云渡码头，现在。啊，您请。三少奶奶，三少，三少，三少，怎么样？人来了吗？刚刚三少奶奶到了门口，收到了一封信就走了。什么？具体我也不知道，不过。我听他跟黄包车师傅说白云渡什么的，我先去忙了。